所以应该就是很快了。简直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。在那之前，我痛不欲生，泪流满面。So do you go here? Chin to chest, all the way down to your bottom.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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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 That's it.现在是8月4号的早上7点钟，昨天晚上凌晨大概4点多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有一点痛，就肚子啊还有腰都很痛，痛醒了，去了一下洗手间，结果就发现我自己见红了，很紧张。一开始是粉红色的，然后就是那个见红的宫颈粘液啊，所以就比较正常，也比较淡定，然后就回床上了。当时林强还在睡觉，我也没叫他，我就想说我应该没那么快，然后但是后来就睡不着啊，你肚子又持续的有在痛，于是大概在五点多钟的时候，林强就被我弄醒了，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见红，然后我们俩就很激动。起来了以后就发现那个见红的这个量越来越大，然后血的颜色也越来越深了。我们之前上了产前课，就跟我们说，那个如果要是血量比较大的话，就要通知医院。所以我刚刚就打电话给医院，描述了一下我的情况，加上现在的这个工作虽然不规律，但持续时间蛮长的。医院就建议我现在进去检查一下，可以监控一下宝宝的情况，然后确保我没有破水。虽然我是觉得我没有啊，希望就是一会儿一切都好，然后如果顺利的话，没什么事，可能是还要回来，然后再继续待产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准备出发了，把待产包也都带着了，以防万一。Let's go。Hello， 现在我们在开始做监测啦。这个现在肚子上有绑两个东西，刚才 midwife 过来，先是，哦，等一下，我动。啊，在一轮宫缩中。好，就 pass away 了那个宫缩，然后他刚才过来呢，就是先是给我量一下血压，然后体温，应该都没有问题，他都没有说有问题，然后就他就用手去摸我肚子，想要看一下那个宝宝的胎位，结果他摸到上面这个地方呢，他就觉得硬硬的，他说这个形状就要确认一下是头还是屁股，所以他就拿了一个那个推了一个那个超声波的那个仪器过来，21周之后，我们都没有再照过超声波了。他刚才就是移动了一下，然后看到了一个头型在下面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位置很低了，头很低了，所以应该就是很快了。”我现在又回家了。那个早上去了医院嘛，一直在做监控，做了一个上午。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胎动，就是不是胎动，就是那个阵痛非常的频繁，2分钟一次，然后而且也越来越痛。然后医生给我做了那个内检，就是把手伸进去看，开了几指，告诉我已经开2指了，而且又因为那么频密的那个阵痛，就觉得马上很快就会生。我当时还很笃定，觉得肯定就在今天生了。因为我很痛，然后。他就给我了2颗那个止痛药，他说是比较强效的止�痛药。吃完止痛药以后大概40分钟左右，他还是蛮有用的，我就明显感觉没有之前那么痛了，然后那个阵痛就变缓了，也没有那么强烈。然后当时就我们还在那个产房里头开始看乐队的夏天，然后又开始吃东西，就挺嗨的，可能也因为心情的缘故，结果这个胎动就越来越缓了，以至于最后12点多的时候，医生过来跟我说，就 midwife 跟我说，说让我先回家，回家待产，他可能也觉得我没有那么快生了，就说等到那个之后阵痛再频繁了，然后再就是强烈了，或者破水了再去医院。所以我们中午就回来了，回来以后整个人就觉得好累啊，好困啊，因为我从昨天4点钟一直到大概那个中午12点都没有睡嘛，然后所以补了一个觉，睡了一觉，现在起来了，起来了以后也不怎么痛了，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继续就是发动。说一下你今天的感受。一言难尽。就现在是什么？8月5号，12点25分。我们在产房里头，然后就是真的在生了。但我如此之淡定，是因为我现在上了无痛，简直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。在那之前，我痛不欲生，泪流满面。终于盼来了无痛，一秒上天堂。然后我现在就很 relax， 然后
虽然饭不好吃，这个地方饭真的是太一般了，但是我心情很好。哦，就这样。你要我讲细节吗？那你讲一下你哭痛哭流涕哭着叫爸爸的经历吧。我哪有哭着叫爸爸，我就哭着叫 Apple 了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现在感觉很紧张激动，就是不痛了，但我已经开九指了。刚才跟朋友在聊微信，大家说什么开九指还能这样子，就是回微信的人真的是救我了吧，就不是了，只要用无痛的人都这样嘛，对吧？然后觉得真的是太美好了，开指开得特别的快。上次是11:20的时候我打上了无痛嘛，然后我就开始吃午饭，然后吃完了以后就抓紧时间睡了一下觉，等到2点钟左右的时候他就过来给我检查，就已经开到九指了，2点多一些。现在是3:15，他说刚才是2点多钟的时候他就说大概还有2个小时我就要生了，所以照这个节奏我可能还有1个小时就要生了。More in and more effort into your body. Alright, so take a deep breath in and hold it. All you got, chin to chest and bear down all the way down. Okay, everything you can. It'll take a couple times. Yep. Yeah. So deep breathing in, chin to chest, all the way down to your bottom.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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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 That's it. Holding down there and take a quick breath and down there. All the way down.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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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 Good. And one more quick breath.And down, far into your bottom. That's it. Pushing down. That's it. Good. And it's a lot of effort. 我们主要为什么要有点急呢？是因为把孩子的心跳比较快一点，就像个人一样，如果你一直跑步，你的心跳会加速，然后呢，它可以持续一段时间，可是你不可能永远一直保持那么高的心跳，所以最担心如果时间久了，待会儿它生出来之后，它可能一下子突然会垮下去，因为它保持太高太，可能反应会太累，会变形，会累，需要你帮忙呼吸等等，所以都是在平衡着，尽量什么都不做，让你自然生，什么都不要弄，也是要平衡着孩子心，就在跟我们说，不要再让我在里面折腾自己，又好好的拉。所以我就担心，我们是可以试着吸，可是我就担心吸满呢，他没有好好吸，他就整个东西掉出来，就是那个吸管，不是孩子啊。然后我们要放回去，然后我们只可以放2次。如果吸是说2次掉出来，不可以再放，因为这是安全的措施，所以可能就还是要变成假。然后那假也不是说100%100% OK， 每个东西都有，孩子都到最后都没有人猜的，是不是能生不能生？如果假这一段不会到这一刻让他去剖腹，还是有可能。我到最后我还是不会放心，只要孩子生出来，我们都是不会放心的。因为可能夹一半头生的，可是可能这里肩膀夹住，如果胎子太大，对你的骨头来说，我们可能一半也没办法生，就要赶着去做剖腹。所以这是生孩子没有对好怕。我们在医院呢，是如果真的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是可以及时立刻去的，可以传呼立刻下去的，我们有这种措施。当然那个时间每个人都怕，就是每个人在讲话，因为要急嘛。可是主要是现在检查你，他孩子头好的地方是他往正确的地方。那么，就你自己已经到了这个阶段，自己一个人到这个阶段。对啊，我不想突然就。Correct。对，然后第三个就是孩子心跳还保持 OK， 只不过就是心跳就变成平均高一点。我现在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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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是你爸爸，那个是你爸爸。Breastfeed。